对面守南迁，是你修得同船渡，把你修得同枕同眠。若是情呀你呀有造化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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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男孩可以帮忙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为你们在舞台上的光芒而鼓掌，你们的手太短了。哦，我知道这个。说的贼认真。我知道这个，因为我看过，我前两天才看的。好尴尬哈，不好意思。有史以来最会捧场的哥哥，等下在车程上的时候把这两个好好尴尬哈，不尴尬不尴尬，好尴尬。不是啊，我有个想法，就刚才你们不是一人一句，然后女生一句，男生一句的感觉吗？女生的一句要不要让女生的让男生唱？哦，也好。男生的让女生唱，哎，也好的。男扮女装，女扮男装，正好反过来。老师，那要不要你也加入那个战队嘛？你们一起扮女装啊？我不加入，我不加入。那你不加入，你还出什么招吗？那你们也得参与一下呀。姐姐们唱这句的时候，怎么还特别啊？对啊，啊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，一二三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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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Perfect。 赵老师，你负责兰花手。对，你直接一个小错步。兰花手，兰花手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那个第二个正常唱没啥意思，不想先搞点好玩的。一起玩嘛。